好吧，我们就这三篇，就这一二三三篇。惭愧学生开成，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弘法立身必扎三个根。师父上人常常讲，人的一生从出生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从二十到四十是人生的夏天，从四十到六十是人生的秋天，从六十到八十是人生的冬天。二十以前心地单纯，是我们接受教育最好的时机，尤其是三岁以前的扎根教育更为重要。古人所谓三岁看八十，正如经之序分，观易经之序品，便可知全经之大小偏圆。有手之五官，可窥其人之善恶至愚。二十到六十，这是人生的夏天和秋天，是我们人生步入社会、为社会服务的阶段，也是人生之中经历最丰富的阶段。就好像经之正中分，如人之身躯，心、肺、各脏皆备于世。六十到八十是人生的冬天，回家养老，将自己人生的经验、学问传给下一代，如经之流通分。所以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任务，师父上人一生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尊师重道，用其一生演绎释迦如来正法，实现多元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的身份，到了晚年归心净土，犹如华严五十三参，自己始终不离万德洪名。一生虽然讲过很多经，但只是全巧接种而已，晚年倒归极乐才是师父上人的本怀，慈悲至极，不忍众生苦。可是师父上人已经年近九旬，他老人家的法脉应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发心承传，不遇此缘分则已，遇到了这个缘分就应尽心尽力去做。师父上人说，我们遇到了弘法立身的机缘而不肯做，这没有慈悲心。承传法脉弘法立身的目的，是以师智为己智，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回归极乐，回归自性。若不懂得孝敬，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反而破坏了自性的和合之气，又怎么能弘法呢？所以发心弘法之人，一定要按照三福的修行指导原则，从第一福的孝亲尊师开始学起。孝亲尊师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弟子规讲的是什么呢？孝敬。孝敬的初步延伸就是五伦五常，这是在人道。孝敬的究竟圆满是虚空法界与我一体，所以五伦五常这是基础。人与人的交往五伦为首，因为五伦是道，五常是德，有道才能有德，不符合道而说自己有德，
那个德是假的。而伦理关系就要透过礼节才能得以展现。没有礼，则伦理关系不显。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道德不彰，人人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对的，标新立异，斗争坚固，社会一片动荡。所以古人建立一个国家，前五年就要制定礼乐。有了礼，人的行为举止就有了标准，不敢放肆，使其能行在道中。在道中落实，五常才是实德。人人能敦睦伦常，社会一片祥和。孝心表现出来的是敬意，而敬意要透过礼节才能表达。所以师父上人无论到哪个宗教，都遵守他们的礼节，他们感到备受尊重，很欢喜。这是师父上人孝敬之心的落实。所以孝敬是精神，永远不能变。外面的礼节可以恒顺众生，但是一定要遵守，不遵守我们的孝敬有亏。可见礼节之必要性，疏忽礼节，狂妄自大，终将一事无成，诸事不顺，因不孝不敬，不能遵守礼仪。可是我们学三个根，到底影不影响我们念佛？师父上人常常提醒我们，要放下万缘，老实念佛。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放下是个什么样子？如何放下？闲公和尚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对物质需求降到最低，吃苦穿补，一生之中用这个身体为众生服务，连往生的当天都在地里干农活，一生不知疲倦。他把身相放下了，一生不为自己着想，没有一个妄想杂念，念念是弥陀，念念是为众生着想。他把我见也放下了，这是一个放下身心世界的样子，这是一个真信切愿求生西方的样子，这是一个老实念佛只有一句弥陀的样子。放下娑婆世界，不是讨厌娑婆，应知娑婆世界是我们心现事变的，是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所以厌离娑婆是放下烦恼习气。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用一句弥陀放下烦恼习气，自信便会彰显。所以真念佛人显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孝敬，越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并没有离开三个根，心中只有弥陀，没有烦恼，一句佛号念念不断，愈念愈欢喜，愈念愈感恩师父上人的教导，感恩良徒导师的慈悲，愈念愈法喜，又怎么会不心求极乐呢？以前学生在学科注时，总觉得我一定要把这部经学懂，所以所知障很重，不懂的地方很想把它搞明白，胡思乱想，用自己的意识心去推求，后来就放下了，这个身
不是我，这个心也不是我，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众生。学习经教是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只要拿出我的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就够了。一切都交给佛菩萨安排，听懂了，众生有福报，听不懂是众生没有福报，或是自己有业障，还需要忏除自己的业障，提升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放下了之后，反而经教更容易吸收。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件事与我有关。学着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有妄想杂念起来，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师父上人说，在这个世间为自己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彻底放下。所以无论各行各业，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佛。最大障碍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总是有个我。非必像念佛堂的老菩萨那样，才是放下身心世界。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缘分与使命。只要发心弘法利生，为佛法，为众生，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课程，我们遇到的一切境缘，都是佛菩萨安排的。真能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佛，就是真身住极乐，化身住娑婆，得大自在。真身即是法身，真心就是清净平等觉的心，六根对六尘如如不动，什么不动？清净平等觉的心不动，心是空的，像是电视屏幕，但它却能将万事万物照得清清楚楚，如大圆宝镜，影射虚空法界，一法不漏。欲缘它升起三种现象，如屏幕画面，是生灭之法，真心能了如指掌。因真心不动，妄心是动的，所以主仆各归本位，妄心仆人再也不能当家做主，听从主人的安排，用念而不助念，用相而不着相，当相离相，即见实相。用这样的心念佛，用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便能心心流入觉海，念念普利群蒙。又因弥陀名号与极乐世界相应，所以念念弥陀，念念住极乐。且弥陀名号是自性名号，起心念佛之时，是我始觉，所念之佛正我本觉，实本不二，生佛不二。念佛时即是作佛时，即是真身住极乐之时。欲缘现象，即是化身娑婆之时，隐现自在，得大自在。是故全是即理，全妄归真，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广学三根，原为深入一句弥陀，一句弥陀总持万法，如此则入念佛三昧。此三昧是诸佛所住，住此三昧才能广宣流布此无量寿经，能如师父上人一样行此导师之行，得最胜之道。所以真发心
乘船师父上人法脉，必扎三根。我辈凡夫可以即身成佛，全仗弥陀无量劫的修持，建立极乐妙果。今以此果觉作我因心，蒙弥陀慈父四十八大愿慈悲加持，无论男女老少，咸愚不孝，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只要信愿持名，一念十念，皆能往生，一生成佛。如此生恩厚德，怎能不知恩图报？今日幸遇此学习经教之圣因，若不直下承担，尚愧对诸佛菩萨、历代传法祖师大德、师父上人，下无言面对法界一切众生。虽有此承传之心，但深知自己无德无能，且业障深重，弘法路途又很艰辛，唯有将此一句佛号贯穿人生四季，用一生演绎大经，全身投靠弥陀慈父，恳求师父上人、弥陀慈父慈悲加持。以上是惭愧学生开诚初显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这个开诚师的报告我们听了看了，说的都对，没有说错，问题自己也晓得啊，有乘船大法弘扬光大的心愿，那么自己现前无德无能，业障深重啊，弘法路途艰难遥远，用什么方法来修？你底下说得很好，你要把它做到，这些问题全解决了，那就是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做出了榜样，如果没有他给我们表法，我们今天说这些没人相信，活生生的样子摆在面前，你要不信那就没法子了。啊，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会经，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集注，这两个人都是佛菩萨才来，这种艰巨的功德工作，世间人做不到，二乘圣者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他们是什么身份？由此可知啊。啊，真正能够信愿持名，万缘放下，这个人获得一切诸佛的尊敬。为什么？诸佛尊敬他，他快要成佛了。谁能接受？男女老少，
贤愚不孝，只要肯信，只要真正发愿，啊，知道极乐世界好，它的好处太多了，说不尽啊。那个地方没有烦恼，没有障碍，啊，没有邪法，阿弥陀佛亲自主持，啊，非常容易去。我们在净土神仙录中看到的宋朝的盈窟，三天呐，啊，他能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我们能不能？能呐。我们为什么不如他？我们没有发这个勇猛性啊！啊，他是被逼出来的，啊，自己造作的罪业极重，必定堕入见地狱。啊，他相信因果。啊，同参道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就不会堕地狱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眠，啊，把阿弥陀佛念来。佛告诉他，啊，这个能把他念来，就是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能感，佛一定能应。啊，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时不在。为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阿弥陀佛，你有感他就现啊。所以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念佛92年，啊，后面一半时期，也就是晚年的时候，这40-50年他功夫成熟了，啊，他念到离业心不乱了。离业心不乱是什么样子？我念佛求佛，佛就现前，随时随地。啊，所以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次数太多了，我是最保守的估计，他绝不少于10次。啊，我相信的时候有10次之多，甚至于100次。啊，9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佛给他劝他不要发，做一个学佛人、佛弟子的好榜样，做一个修净土的好榜样。这么好的样子在面前，我们只要能看懂。听懂了，啊，照着他的方法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千万不能疏忽。啊，佛这个佛法真正不可思议。啊，这真正不可思议从哪里来的？从经中来的。啊，没有净土。佛教实在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家重视的。啊，净土这门可谓是妙诀了，在佛教里头，所有宗派、所有的这些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要想一生成就，要想很快成就。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六日，这是有时间性的。啊，我们看到盈窟法师30日，啊，那个奇日，奇不是数字，奇是代表圆满，也就是你念到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久，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跟你说法，那就是起。啊，一心不乱是起。啊，起是圆满，功德圆满。圆满，你还留在这个世间，那就是跟海贤法师一样，阿弥陀佛劝导你，你随时可以往生，你修得很好，可以做大众的榜样，多住几年啊，发慈悲心，多住几年，多戒引一些众生，是这个意思。他得大自在，所以他发喜充满了，从早干活干到晚，不知道疲倦了。啊，一百多岁的人，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为什么他能做到？啊，所以不学这个法门就真难了。为什么？全要自己消业。自己断烦恼，自己消业障，那太难太难。啊，什么时候第一个关头，那么身见破掉，正式脱凡苦。啊，正式脱凡苦，要脱离六道轮回，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短，天上时间长。你就想到要多少万万万万年才能脱离轮回啊，这个法门云科告诉我们是三天就脱离了我们要有智慧要能鉴别了啊，三天能成就，一生能成就的，生生世世，无量劫才能成就，摆在面前，你选哪一个？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你能说海贤不是佛菩萨来实现的吗？他跟夏莲居老居士，他跟黄念祖老居士是一样身份的人，都是再来人，怜悯娑婆世界众生。现在整个社会乱成一团，什么人是有福的人？冷静的人啊，不被外面境界所动的人，这种人有定，有慧，有福报。啊，这种人是今天佛法里面的当机者，当机日是决定得度。啊，所以希望你学海贤老和尚，你一生决定有成就。下面说，第二位，丁老师，丁家里的
惭愧不孝弟子丁嘉丽恭敬报告的题目是不要假学佛，不当游佛子。特扣成内容如下：一、生病时佛号掉链子。弟子近来认真聆听恩师上人讲经，总是强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学习班上又听到许多同修分享的念佛功德事迹，备受鼓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可以说从反面教材来说明老实听话真干念佛的重要性，真的惭愧至极。事情要从今年元旦我生的一场病说起，就是这场病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念佛功夫太差了，关键时刻根本提不起佛号来。我学习印光大师十念法念佛已3年时间了，自认为有进步，不知不觉升起了傲慢心，而且我也多次亲近过师父恩师上人，亲近过胡晓莲老师，那份得意不经意间增长了我的自以为是。结果有一天我在与孩子交流中专挑他的错，恨铁不成钢，情急之下突然就晕倒了。当时还有一些同修在身边，他们拼命地提醒我：嘉丽姐赶紧念佛，嘉丽姐心中啥也别想，快念阿弥陀佛。可我却说赶紧打120啊，我这儿难受着呢，天旋地转念什么佛。送医院的路上我恶心吐得稀里哗啦的，根本想不起佛号来，反而抱怨佛友们没听我的话，忘记带塑胶袋了，难受的哎呦哎呦喊个不停。两个佛友着急的提醒我：嘉丽姐你别哎呦了，快念佛吧。我当时很烦他们，不能体谅我的痛苦。到了医院，我嫌医生护士动作怎么这么慢呢，咋还不给我不快给我打针呢，怨恨恼怒烦齐上阵了，根本想不起来念阿弥陀佛，念头全在身体的病痛上。经检断我得的是美尼尔综合症，后来回家不能动，一些佛友照顾我，在我家中念佛。我看佛友们念佛拜佛时，偶尔也会挺羡慕地想努力起身念佛拜佛，但不行，立马头晕，且毛病脾气都来了，嫌佛友炒菜油烟大，烦佛友的说话声大。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把满肚子委屈和事情的缘由再一次向一位老菩萨诉说起来，没想到刚说完再一次天旋地转，致使病情加重，还是一句佛号没想起来。直到后来一位同修闻讯赶来棒喝我：念佛人关键时刻根本提不起佛号，这是掉链子，你这是打着学佛的幌子消遣佛法，你这是假学佛。这句话如雷贯耳，一下子把我惊醒了。到现在想起来我都直冒冷汗，后怕得厉害。这场病真真切切地告诉我生命无常就在呼吸之间，我是万幸中的万幸，没在那场病中走了，否则当时我那个嗔恨心之大必下阿鼻地狱。学十念法念佛已经3年了，病魔一来
居然一声佛号也提不起来，这个太可怕了。恩师上人多次讲经时提到念佛的念不是嘴念，是金心，即现在的心中有佛，我的心中没有佛啊，我还是自私自利，五毒俱全，怎么会不生病？这场病给我敲醒了警钟，我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念佛人，天天在念佛，为什么生病时一声佛号都提不起来？关键之时掉链子，就是我不老实，没真听恩师上人的话，我也没有真干，根本没有放下身心世界来念佛。我那时念佛有点像是应景，甚至有点想出风头，贪好图名，没有为了了生死而念佛，没有坚决的出离心来念佛，也根本没有真思地狱苦，怕堕地狱而来念佛，也就是没有真信切愿的来念佛。佛菩萨慈悲，恩师上人慈悲，知道我等学佛人的根基火候，今年特别为我们学佛人提供了修学的榜样，敦促学佛人来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是发了轮回路险死生事大的出离心，听从自己的剃度恩师的教诲，一句阿弥陀佛佛号92年不拐弯，老实听话真干，真得大利益啊。感恩佛菩萨的不离不弃和恩师上人的讲经教学，也感恩年初的这场病让我认识到我的傲慢，我的自以为是，差点害了我的生命及法身慧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假学佛。恩师上人反反复复在讲经中说道，没有真正做到就是理不明，就是没真信，就是有怀疑，有怀疑就要认真地听经。我非常惭愧，以前有机会拜见恩师上人，每次恩师上人都叮咛我一定要认真听经，跟着黄念老的大经解学习，莫换题目老实念佛。我当时总是对恩师上人说，师父您放心吧，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听经，好好念佛。现在惭愧不孝弟子丁嘉丽无言以对，在这里请允许我这个大逆不道的学生向恩师上人及大众忏悔，师父我错了，我不老实，阳奉阴违，我根本没有听进去您嘱咐我的话，我也根本没理解您的慈悲开示，我愿意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放下我慢骄傲和自以为是，听从恩师教诲，老实听话真干，一句佛号念到底，直至往生成佛，不换题目。反思我的这次生病提不起佛号的原因，就是我的投机心理很强，总有侥幸心，认为自己能经常亲近到师父上人，也能经常亲近到胡晓林老师等大德善知识们，常常是沾沾自喜。我的想法是，他们的德行修为那么好，靠他们保佑，靠他们加持就行，我用不着苦修，我沾他们的光就行了。事实证明，我生的这场病给我重重一击，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害死人。自己的生死路上，只有真心靠定阿弥陀佛才是定心丸。
而平时不老实，念阿弥陀佛佛号养成习惯，在业力奔流的因缘点上，自己真的是一点都做不了主啊。后来一位同修给我分析，这种求高僧大德加持的心，沾光的心，就是不老实，花花常常会害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一定要死尽偷心，老老实实念这一生万德洪名。俗话说得好，个人吃饭个人饱，念佛真的要自己实打实的功夫。我们念佛人的真功夫，就是放下身心世界，这声佛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平时就得死心塌地地念这声佛号，以备临终之需。我生病时那个难受情况，已让我六神无主，提不起佛号，临终四大分解时如深龟剥壳的痛苦，那应该是我生病时的万千多倍都不止啊。怎样保证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呢？答案唯有老老实实回到当下，每天练习，每天念佛，把每天都当成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用出离心来念佛。阿难尊者遭遇摩登伽女之难，也说明了修行最终在个人，自己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这次生病之后，我再也不敢不下功夫了，我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我每天都求阿弥陀佛让我老实听话念佛，晚上临睡前也真诚祈请阿弥陀佛慈父加持我在睡梦中保持正念，佛号不断，而且一旦阿弥陀佛慈父来接引我时，让我毫不犹豫放下身心世界，跟着阿弥陀佛慈父回西方老家。二，身边同学的表演及启示。近来我认识的很多佛友中，有的改成念咒，有的改成拜沾茶忏，有的干脆就反过来攻击汇集本是未经等等，我是既惭愧又揪心，既感叹又奋进。虽是五味杂陈，但心却是更加坚定，莫换题目，老实念佛。我天天自我鼓劲，我一定要跟定一个师父，学习一部大经，冲着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死乞白赖地念这一声阿弥陀佛，我天天对自己说，信受弥陀救度，专称弥陀佛号，愿生弥陀净土，成佛后广度十方众生。有一天，一个净土念佛的老菩萨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赶紧念楞严咒吧，念得特别清净舒服。我说，那您不念阿弥陀佛了？老菩萨说，念佛多枯燥啊，是多年来我也没有感应，我改念咒了。老阿姨劝我也念咒，我婉言谢绝了。放下电话后，我就想，为什么念佛十多年的老修改念咒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个人选择也是自由的。但是从老阿姨身上，我看到了我潜在的一个阴影，那就是我也有求感应的心，这实际上是急功近利的心，急于求成，显摆自己的修为，贪图捷径，不扎实用功，改毛病习气，不踏实念佛，耐不住寂寞。我自己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想法，甚至做法。
在三年前，我接触到印光大师十念法时，我就想早点念好佛，来点什么感应。我当时还把心思用在打拍子技术，用语调来技术等雕虫小技上，总是想找出捷径，快点出效果。我曾天天在佛像前求佛，咋不显现给我点感应呢？因为着急，念佛成了越念越烦恼了。表面上我看似在精进念佛，只是嘴念口上而已，所以佛号不牢靠，没把握，一场病就露出马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关键是佛理不明，经没听懂，一知半解，其实就是信不真，愿不切。这样子念佛肯定没法喜，也枯燥，再加上求感应神通之心，很容易换题目，东奔西跑，随风转。上海下贤老和尚说的一针见血，警惕我们学佛人，啥感应稀奇不要求，啥都是自然的才好。我才明白为什么老和尚对我们说，这几十年来我每天早上都是三点起来烧香念佛，我干着活也念佛，转着瞌睡，瞌睡了歪那儿也念佛。回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的。阿弥陀佛，老和尚的这句法语太重要了，他老人家大恩大德大慈大悲，来教化我等心浮气躁之众生，感恩叩谢老和尚。衷心地祝愿所有学佛的净土同修们珍惜恩师讲经说法的机缘，把握当下难得之大经科注讲解及学习班学习，老实念佛，莫换题目。恩师上人教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法宝，一定要老实听话真干。同时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不做各种消息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前些天我忽然接到了引领我进入演艺界的一位恩师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我非常吃惊地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演艺界有一位资深人士，他也学佛了，专门找到我的这位老师劝我改换师门，并且批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伪经。我的这位老师立刻对那人说，你不知道丁嘉丽以前有多混啊，他跟这位净空老法师学佛之后才变好的。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带过那么多学生，他是唯一一个逢年过节都给我打电话短信问候的人，也是在平常大事小事真心惦记我的人。分水岭就是他跟这个师父学佛了。我的老师还详细地向那位演员说起以前我的一些事情和学佛后的变化，还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净空法师好啊，他把家里教好了，这样的师父打着灯笼也难找啊。我就冲着丁家里的变化佩服净空法师，他讲的法是不会错的，他让读的经绝对不是伪经。结果那人开始沉默不语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这位老师曾帮我渡过难关，我却知恩不报，令老师全家人都寒心。直到我学佛后，特
特别是近年来，我开始改正自己的一些毛病习气，开始知道自己的过失，开始关心尊重我的老师。最近我老想起我妈妈的一句话，她是戏曲演员，她老跟我说，他们戏剧界特别讲究拜师学艺，师承一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的话重如泰山，师父的话要紧着听，这是根本。没被其他的吆喝转迷糊了。演戏这样，我想学佛也应该这样。从年初生病之后，我真的开始认真地听恩师上人的经教，每天哪怕多晚，我都要坚持听这一天恩师的最新经教。我开始认真做笔记，反反复复地听到恩师上人强调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是大总持。恩师上人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说念佛的好处，几乎每集讲经中都说要向海贤老和尚学习，92年不拐弯，好好念佛，求生西方。我觉得套套实实地听恩师上人讲经，把道理听明白第一重要，理得心安，理清楚了，佛号的功德自然不可小视，自然念兹在兹，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与同修们共用。现在我不管别人是怎么评价师父上人的，我的经历真真切切地告诉我，我的命运的改变都来自聆听恩师上人的讲经说法。恩师上人是我永远的佛门导师，我虽远未有资格成为他老人家的门内弟子，但我心向往之。我是跟定了恩师上人，今生决定要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报答。三，切莫当佛游子。所谓游，就是熟悉的，不那么真诚，不那么认真。佛游子的意思是听了一些佛学常识，知道了一些公案故事，以为自己听懂了，看明白了，什么都知道了，习以为常了，常了就不以为然了。这个常不是真正地了解佛法究竟义，常里带着我慢之心，非常可怕。今年是难得的时节因缘，恩师上人推荐我们认真学习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刚开始的时候，我认真地观看学习，时间长了，我发现我自己就习惯性地把海贤老和尚的盘一放，耗电耳了，要么是背台词，跟着光碟说下面要播放的话，要么就看着盘子，看着盘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有时还把光碟当成了背景音乐，直到回向的音乐一起，马上起身关电脑，意思是自己的功课算是完成了。我发现我疲沓了，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当成应景了。很快我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刘树云老师看了近700遍光碟，遍遍是新篇，遍遍有误处？我反思的结果就是自己没有恭敬心，没有敬畏心，没有感恩心。恩师上人常常提及印光大师法语，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六祖慧能大师对五祖是万分恭敬，所以得传衣钵。没有恭敬心的前提，
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孝亲尊师。我们身为人身，不懂珍惜，听闻佛法，不懂得珍贵，听闻净土念佛成佛的法门，不懂得千载难逢，我们对三恶道不知畏惧，对极乐世界的美好不知道向往和感恩，我感觉自己有点成了佛游子了。如果这样下去，再不幡然改悔，必造大错。在这里，我真诚地向来佛三圣忏悔，向恩师上人及法界众生忏悔，我太轻慢无知了，请你们加持我认真改过自新。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一定要恭敬学习，老实听话。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反复问我自己，丁嘉丽，你真信有极乐世界吗？你真信有阿弥陀佛吗？你真信有六道轮回吗？你真听师父的话吗？我羞愧难当，我的种种做法证明我是假信啊。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师父上人讲经老讲郭罗匠的故事，老讲盈科法师的故事。郭罗匠是真的听话、老实、真干，恭敬自己的师父，信任自己的师父，所以念佛三年之后站着往生。盈科法师是真的敬畏因果，害怕下地狱，听到念佛法门弥足珍贵，三天三夜地用功。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恩师上人让我们学习海贤老和尚92年念佛不拐弯。海贤老和尚的盘我根本没看懂啊，我只是熟悉的台词而已。海贤老和尚老实听话真干，孝亲尊师，不换题目，用心念佛。如果我再这么悠悠然泛泛然做个佛游子，追风应景似地观看这张光碟，我绝对得不到佛力的加持，绝对得不到来佛三圣的加持，也绝对得不到佛号的真实利益。等无常来到，一气不来，绝对下地狱，真是可怕至极啊。四，只要觉悟，随时都来得及。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现在的做法是死心塌地，每天认真听恩师上人讲经解惑。我感觉到恩师每天都只是在对我讲经，我的许多疑问都在听经时自然而然地消解了。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每天极其认真地坚持用十念法念佛，视耳谛听，我的做法是不贪图多，讲求品质，就盯准当下这一声佛号，坚持做到印光大师提出的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这三个清清楚楚。我还时时用印光大师在民国24年写给张静江居士的信来警测自己。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摄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能至心谛听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无弊，一令一切人皆依此修。我体会到念佛要融于生活，要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浓禅并重，佛号就是我的空气，与我须臾不离开。我的手机里收藏了胡小林老师《
提醒我的一段开示，在此也供养大众。晴当防雨备雨伞，昼当防夜备灯烛，暑当防冬备棉帛，生当防死备功德，念佛念佛念弥陀，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现在知道多一天时间就多了一天改过，念佛重在改过，否则喊破喉咙也枉然，磕破了腿还是贪嗔痴慢的心，照样走不出轮回圈。我好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常常挑别人的错，这骄慢的习气不改不行啊。我开始学着专看别人好处，从他人角度看问题。我以前还特别替佛友着急，他们怎么不来念佛呢？看了海贤老和尚的光碟，我明白念佛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不必局限在一定要来念佛堂念佛，念佛要与生活融合，时时处处都是道场。念佛是每个学佛人自己的切身大事，管好自己打紧。这样下来，与同修的关系也缓和了。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现在知道时间的宝贵，每分每秒的光阴太珍贵了。我每天都把闹钟定在4点，督促自己早些起来，与自己的身体和懒惰的习气做顽强的斗争。我的体会是，我以前太心疼自己的身体，太爱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譬如昨晚睡得太晚了，要让身体多休息一下，闹钟响了我就安慰自己再多睡一会儿，结果常常这一会儿就是2-3个小时过去了。我现在不敢再放纵安逸了，时不我待，我意识到身体是个假壳子，不能任由这个臭皮囊做主，我一定要借假修真。元旦时的那场病深深教育了我，我现在知道老实念佛就是真正的忏悔，不再当劳改犯了。我真的相信阿弥陀佛，佛号里包含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一切法门。我不再纠结以前的过错，我现在老老实实念佛就是改错，就是后不再造，心里踏实了许多。前些日子听到自疗法师在报告中提到偶益大师的开示，非常欢喜，认真地抄下来，每天都读一遍，警醒自己，特录如下，与众分享。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负起贪嗔痴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烧间断夹杂即大精进；真能念佛，不负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能念佛，不为他起所惑即大智慧。祖师大德开示在此，恩师上人慈悲讲法在此，海贤老和尚的表法也在此，我等净宗学人何其幸运，恰逢其中。如果不珍惜此时节因缘，实在太可惜了。海贤老和尚最后的表法就是捧着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的书照相，证明恩师上人弘扬的是正法，对恩师信任有加。我们念佛人真得三思啊，不要假学佛，不当佛友子，时刻反问自己，你是师父的好学生吗？你是老实听话真干的念佛人吗？
拉拉杂杂写这么多，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肤浅体会，不妥之处甚多，敬请恩师上人及诸位大德批评指教，不胜感激，无限感恩师父。丁嘉丽同学的报告我们听了看了，我们在此地嘱咐他，他能回头啊，这就是他叙事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确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无论在国内在国外，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学啊，初学的时候都叫人羡慕，可是到最后的结果啊，他换了题目，他快完了啊，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也不好说话啊。为什么？过人生死，过人了啊，绝不能跟别人结冤仇啊。我们冷静观察，能改过的我们要劝他，不劝他对不起他啊。心存傲慢自以为是不能回头的，就决定不提啊，也不去宣扬，也不要去跟人们说啊，希望他慢慢的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确确实实有一些人也有我们自己亲身遭遇的啊，为什么会变？为什么会一念糊涂了？有道理。有什么道理？没扎三个根。三个根他念了，他也讲了，讲的都不错啊，为什么他自己还违背？他那个根是中年时候啊才补的，不是他真正的基础。那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扎根教育一定不能够失掉他的时节因缘。什么时候出生到满三岁一千天，这是扎根教育的最适当的时期啊。那么用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完全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生在战乱的时代啊。中国最近这一百年社会动乱，没有安定过，我们自己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我们的父母没受过，曾祖父母没受过，大概高祖父母说知道，未必他做到啊。再往上追，可以追溯至少两百年啊，清朝嘉庆以后疏忽了。所以无量寿经上佛慈悲告诉我，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没教我们，殊无怪也。今天他犯什么样的错误，都不要去责备他。
啊，三字经上都说得好，人心本善，但是心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心乃迁。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解释社会为什么这么动乱，为什么我学了传统文化，明知故犯。根是砸下去了，经不起风吹雨打了，一遇到风雨就塌掉了，啊，这就根扎上，不牢啊，不牢固啊，它不会成就啊。出家在家都没有两样啊，没有恒心，没有耐心啊。早年我一个同参道友，慧仁法师，他在香港圆寂的啊，他大我好像大我五岁，也很好学，人很聪明啊，跟我一起学经教，我带他到台中啊，见李老师，我跟他住在一起，在台中住了十个月非常用功啊，常常一夜到天亮读书，用功过分了啊，到以后产生障碍了啊，一看书本一片漆黑，一个字看不见，这就不能再学下去了啊，回到台北再去赶进禅佛寺，以后到香港，晚年在香港啊，早些年头我到香港来，我们一定会碰头啊，这就是不能着急，学东西要有真正发现，要慢慢来啊，他是过于用功过度啊，心里急性子，希望赶快成就啊，哪有这个道理？跟我一起学佛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学楞严，我劝他学小部经，他不相信，他要跟我学楞严啊，吃了这么大亏。我告诉他，我学楞严，我前面有30部经的基础啊，我不是初学，你没有前面没有那个基础啊，这是一部大经呢，分量也大，毅力也深，哪有那么简单啊？他不相信，他聪明啊，用心过度啊，所以得了这么一个毛病啊。展开经本，他告诉我，一片漆黑，一片空白啊，这个是我们讲老实听话真干，他没有这三个条件。啊，那么还有一个听我讲经的10几年啊，经教学得很好，讲得很不错啊，确实是个人才啊，结果敌不过明文理呀，高明厚利，他就离开我，就走了。
非常可惜。啊，不能吃苦啊，欲望太高啊。啊，这都是扎根教育没做好啊。扎根他是20多岁的时候才学弟子规，他不是从小扎根啊。所以古人从小扎根有道理，4、5岁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不善的他会远离，好的他会接近啊。中国几千年来，你看历朝历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世界啊，这些人出家都是高僧大德，基础深厚。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难在人都没有根，我们自己根也没咋好啊。我这一生非常幸运，小时候虽然机会已经失掉了，改制了，私塾改成小学啊，我在私塾里大概只有半年，沾到一点边，看到那个时候情形啊。我同学当中周家林居士啊，他早过世了，他大我7岁啊。换一句话说，他私塾念了7、8年，底子厚啊。李老师常常赞叹的，我们同学当中扎根教育只有他有啊。这人非常好，很老实啊，是李老师好弟子，我们的好同学啊。慈光大专讲座我向老师推荐他，在讲座里面上课啊，他跟同学们讲不要发明门啊，法相中的一部小论啊，讲这门课啊。如果不是从小扎的根，太难了啊。我这一生是因为天天讲经，天天读经，这才稳得住啊。如果不是天天讲经，天天读经，这个社会上诱惑力量多大，能不动心吗？能不随波逐流吗？是，那是正常现象啊。我纵然亲近3个老师，我保不住自己 啊。所以我还有个大恩人呢，韩馆长啊，他照顾我30年。我对他的要求，我说我只要天天有机会讲解，天天有几个人来听，3个5个都没关系，只要有2个人来听，我的讲解不能中断。但他替我做到了啊，这才能保得住啊。如果不讲解呢，自己学会懈怠啊，要讲嘛，讲给人家听，自己总得要好认真准备一下。
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张家大师教给我，劝我出家，教我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你学佛，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啊，学习释迦牟尼佛就对了，啊，这是他给我一个方向，给我一个目标，啊，我一生没有改变，啊，越学越欢喜，啊，法喜充满了。啊，知道了要改过，要回头，啊，所以这个丁嘉丽同学真诚忏悔，啊，用什么忏悔？念佛就是真诚忏悔，啊，他最近听懂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应该分秒必争。我还有一秒钟，这一秒钟念一声佛号，不要让它空过。啊，什么样的方法急功雷打雷得最殊胜？无过于念佛，无论做什么功德，比不上念佛的功德。念佛功德是念全宇宙，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的共同名号，又是自信佛，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没有一样缺的，啊，这句佛号具足了三句境界，无论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一样不缺。这个要是不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你不懂的，不珍惜它；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再也不换了。啊，非常非常难得，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看到海鲜老和尚表法，啊，92年，一句佛号，行住坐卧未尝丢失，这台功夫啊！我看他的碟，啊，看了几十遍。啊，看出我的看法，功夫成片，25岁以前得的，他20岁接受老师的教导，念这句佛号，啊，25岁功夫成片，啊，30岁前后应该事业心不乱，40岁前后应该利益心不乱，啊，因为他老师知道。老师是高人，啊，老师知道这个人是法器，啊，是净宗的当机者，他要认真学习，他会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就是明心见性，啊，所以老师说了，你一直念下去了，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啊，他自己当然听不懂啊，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说，那什么环境啊，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不可以说，说的是人家造谣生死啊，那是别人嫉妒障碍的目标，不可以说。啊，有神通不能现神通，
啊，偶尔有一点点，哎，让人感到很解压。啊，所以他四十以后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为众生表法。啊，以正常来说，他老人家的寿命应该也是七老八十，啊，不会超过一百岁的，那是佛力加持的，不是他自己寿命。啊，真正发心，真正带众生受苦，寿命延长，这个延长是佛力加持的。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很多例子。啊，下面是不是还有人？惭愧弟子慧言恭敬报告的主题是佛陀教育在斯里兰卡弘复正法之落实。曾在学习班见到一张菩提树照片，此树位于斯里兰卡，见图一，是由佛陀成道所在的菩提树分支而来的。据了解，在印度的那棵菩提树后来已枯死，现在位于佛成道所在的菩提树是从斯里兰卡的菩提树再分支回去的。佛教与菩提树在这两国的此消彼长，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关联性。目前佛教在印度几乎已是荡然无存，然而在斯里兰卡却是备受尊崇，上至总统、国师、领导官员、军人，下至平民百姓，皆欢喜弘复正法，广修供养及随喜功德。佛陀教育的光辉在斯国处处可见。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斯里兰卡是一个佛化国家，佛陀曾三次至斯里兰卡讲经教学。著名的能伽经即是在斯里兰卡的能伽山所宣讲，达摩祖师曾以此经授予二祖慧可大师。佛教在斯国仍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人民崇尚宗教教育，注重修行，政府更重视教育。自1945年起，从幼稚园到大学皆免费教育，全国人口约 70% 是佛教徒。国家法律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将佛教奉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护持和发扬佛教是政府的职责。佛陀教育遍及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佛法被列为必修之课程，出家人皆能讲经，高僧大德常被邀请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讲经说法。佛教徒以听经闻法为生活重心，人民普遍落实佛陀教诲，遵守三皈依、五戒、十善业及八关斋戒，远离科技的污染，因此少有青少年犯罪问题，生活环境整齐清净祥和，是人间的一片净土。人民虽然物质生活简朴，但却知足常乐，静定安乐，笑容可掬，无忧无虑，待人有礼而亲切，对人诚信，令访客有宾至如归之感。《礼记·学记》曰：“
君子如欲化名成熟，其必有学乎？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二，人王护法。拉贾帕克萨总统是虔诚的佛教徒，勤政爱民，重视圣贤教育，以身作则，在菩提树下勤坐早课，依佛教戒认真落实，恭敬礼拜三宝。人王护法，量大福大，护持佛法及各宗教，注重人民精神生活，因此不希望国家经济发展过速而破坏原始的自然环境及身心。思国总统勤政爱民，并能弘护正法，恭请师父上人至思国大转法轮。2012年11月初，师父上人首次应思国总统邀请至思国弘法九天，总统用国宾礼来迎接师父上人及随行者。当专机抵达科伦坡机场时，国师及政府官员亲自至机场，并以盛大的仪队表演来迎接。其尊师重道、恭敬三宝之精神令人感动不已。从机场至饭店之公路两旁，即至弘法之寺院道路两旁，都挂满师父上人的放大相片，约一公尺长宽，延续几里路长，让全国人民知道有高僧将至斯里兰卡弘法。总统并特设龙椅宝座，礼请师父上人至总统府弘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团、多元宗教代表、海外嘉宾四五百人皆随喜至总统府。总统热情招待所有贵宾，并护持各个宗教，举办多元宗教和谐论坛，团结世界宗教，令回归教育因缘相当殊胜。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由于总统对三宝的恭敬，当师父上人首次至思国时，总统多次向恩师请益，首次会谈三个多小时，之后每次都一个多小时。当恩师谈到全国堕胎人数每年约5000万，总统爱心普周寰宇，马上说希望全球不要堕胎，欢迎来斯里兰卡生小孩，由国家来培养来教育，此举令人感动。总统仁爱之心，细致关切思国学生，希望每人都有鞋子穿。2013年6月，总统在邀师父上人及海外嘉宾300-400人至总统府弘法，恩师开示2小时。总统及总统夫人、全国法师、全国高阶官员、三军将领、老师、学生、人民等2800人出席，专注听讲。随后又做一场中风30系念法会，超度内战将近30年所死伤之一切军民及众生。国师、总统夫人及三军首领慈悲为怀，代表捻香。总统心量广大，对于反叛军首领以德报怨，不但不处罚，还请他继续管理原来的区域，给我们做出诚信的表率。
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师父赞叹，总统及其夫人量大福大，感得如佛菩萨的庄严相好，福报无量，见图二及图三。四，大经光明，思国现瑞，因人王之慈心，感得佛菩萨加持，大经光明，在思国现瑞。在首次九天的弘法中，师父上人在阿难陀学院、康提佛牙寺及菩提寺宣讲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注，简称大经科注，法言殊胜，思国四众弟子皆着礼服，在家众着白色礼服，此礼服从佛陀时代承传至今，足见思国人民对佛陀教诲的坚信，恭敬列队进入法场，其虔诚隆敬之请法仪式及恭敬专注听经之庄严相，令人赞叹不已。思国总统为了让人民能常学佛学，自诚期盼师父上人能常住思国讲经，特请强地玛国师亲自送邀请函至香港，国师住一晚，第二天即回。师父上人感动地说，邀请函寄给我就行了，或传真给我也行，派人亲自送来，我很感动。因此2013年5月底，师父上人应思国总统邀请，再次至思国宣讲大经科注一个月。经云，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人王之真诚护法及人民善根深厚，成佛机缘成熟，因此感得佛力加持，师父上人在思国再次宣讲此大经。总统为让全国人民普沾法义，并邀请师父上人至电视台做专访，期望人民皆有机缘常随佛学之仁慈博爱，令人赞叹。五，请佛注释。师父上人首次见总统时，提议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及国际宗教大学，以培养全球佛教及各个宗教弘富人才。总统马上说，可在斯里兰卡办。总统至诚期盼师父上人能常住思国讲经，恩师答应，等佛教大学盖好后，将会至思国讲经一年。很快半年后，师父上人第二次至斯里兰卡弘法时，隆喜国际佛教大学便举行奠基破土典礼，且已做好完整的规划，预计两年完工。原来总统高瞻远瞩此事的重要性，加上强地玛国师早已有此心愿，并已细心规划了十年，今日可谓因缘具足。此佛教大学位于凯拉尼亚地区，是佛陀第三次至思国所到之处。当时的国王供养佛陀26公里范围大的土地，至今此土地产权能属佛陀。隆喜国际佛教大学乃因龙树菩萨而立名，龙树菩萨是八宗共祖，中国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都是以龙树菩萨为第一代祖师。入能伽经第六云，大慧汝当知，善事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南天竺国宗大明德比丘。
觉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出欢喜地，往生极乐国。此佛金口玄寂也。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大学的目标是希望能像当年印度那烂陀大学一样，为佛教培养出优秀之宏富人才。祝那烂陀乃龙之名，祈愿一切众生圆成佛道。六，和谐从随喜开始。师父上人期盼在思国多处盖阿弥陀佛大饭店，借由在饭店举办圣贤文化交流及各个宗教论坛，让阿弥陀佛的种子普种在众生的阿赖耶识里，最终皆能成就佛果。有意为忍者发心，在康体盖一座阿弥陀佛大饭店，总统马上学习支持，并在饭店附近规划盖机场及开公路，希望早日利益众生。历时他将亲临致贺。由于施国政府的支持，盖阿弥陀佛大饭店申请文件本来要花一年才能审核通过的，政府特意将30几位审核官员聚在一起，一日内就审核通过完成。大家同心希望此饭店能早日广利众生。2013年6月阿弥陀佛大饭店奠基典礼时，国师及很多长老、政府官员，包括议长、总统的哥哥以及康提州长皆来随喜庆贺。七，国师慧眼量大福大。强地玛国师贵为斯里兰卡之国师，心量广大，慧眼独具，向总统推荐师父上人至斯里兰卡弘法，并尽心安排大小事宜，为我们表演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恩师讲演时，国师带领全国法师、官员、军人、师生及人民等同沾法义，且以身作则，坐在前排用心听讲。师父上人至思国各处弘法，国师都随行在后见图寺，并用心安排大小事宜。国师身为莲花寺住持，多次邀请师父上人至此事弘法，各地法师至此事听经者多达2000多位，大家虔诚恭敬听法，令人感动赞叹不已。更令人感动的是，师父上人在康提僧座宣讲大经科注约1个月，国师亦随行至康提摄影棚听经并复法，许多政府官员亦前来听法，其诚敬之态度令人赞叹。师父上人至康提一所培训所培训老师的学院讲演时，因电力不足，恩师升座后没多久停电1.5个小时，当时天气闷热，强地玛国师马上把手中握着的一把庄严大扇子交给护法一位体强力壮的男众，请他帮师父上人扇风。恩师频频挥手说不需要，眼神传意请他留着用。小事见真情，两位高僧为我们表演僧护僧。八，全国弘护正法。从政府、长者、商人、军人及平民皆知随喜广修供养。政府为了鼓励信徒们到寺中修学佛法，不仅佛诞节
为公共假期，更定月圆日为假日，全天24小时有法师在电视讲经教学。在此日，很多人受八关斋戒，全家在寺院上课、听经、念经、礼拜、修行，晚上则睡在寺院的地上。天刚佛晓，人民便纷纷起床礼拜父母，行接主礼，手提花篮采花供佛。家长及学生身着洁白的礼服，至假日学校、寺院上课，接受佛陀教育。学生至学校，先恭敬礼佛三拜，并供上鲜花，并对出家人行接主礼，对三宝非常恭敬供养。公共汽车上有为僧人预留的专座，各种礼仪庆典，僧人皆在首席。我们参观康提一座寺院，可容纳3000多人，月圆日则增至5000-6000人，很多人都在菩提树下修行。晚上若天气好，便树下一宿，过一晚佛陀苦行的生活。很多大富长者、商人、小贩则免费供养大家食物、饼、饮料等种种饮食，随喜修行者的之功德。在此可看到人们排着整齐的长队伍领食物。卫塞节全国放假7天，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祝卫塞节，佛教徒皆至寺院修行。7天中，很多人供养种种饮料饮食，让修行者无后顾之忧。当地许多猴子、小狗、乌鸦等小动物也都雀跃地趁此机会饱餐一顿。人们的爱心普及动物。当地人民说，一般佛教徒种植食物，大约都会留3%至4%的食物供养小动物。他们对小动物也都是礼敬，普同供养。人民及小动物都生活快乐。师父上人至科伦坡军事佛教中心讲演时，约1500位军人出席听经闻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军人都是佛教徒，且将所赚的部分薪水用来供养寺院，随喜寺院之功德，欢喜落实佛陀的教诲。当时一位导游说，上班的人要是工作不忙，都会提前下班至寺院听经或菩提树下念经修行，把修行摆第一，不去游乐场所。人民有假期，就到佛陀曾到达之处朝圣。寺院菩提树下经常可见蜂拥而至的人群。我们曾至思国北部的龙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出生地。那朝圣的队伍从清晨天刚破晓便开始络绎不绝，那仰慕佛陀之心令人自叹佛如。9，弥陀佛光普照思国。师父上人在斯里兰卡曾开示，世尊当年在世特别给我们介绍一个特殊的快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是世尊指导我们、劝勉我们，希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的清净快乐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也说不出来。不但我们说不出来，
诸佛如来也说不出来，你到那儿去，你就亲身感受到，他是把佛陀教育100%的兑现的，圆满的。而且阿弥陀佛的教学始终没有中断，所以快乐从哪里来的？从学习圣贤教诲而来的。十国人民善根深厚，听闻之后皆欢喜念阿弥陀佛。在思国，当我们拿出阿弥陀佛佛像及念佛珠、念佛机、佛珠结缘时，发现大家都欢喜接受，很多人都多请几份回去分送家亲眷属，此现象在其他国家则很罕见。在康提时，一位旅馆经理告诉我们，每天早上4点至8点，有法师轮流在电视讲法。我们看他每天早上4、5点为客人准备早餐之时，总是打开一架老式的电视机听法，画面模糊，那求法之切令人感动不已。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领导之息后，马上找人为他修电视。当我们送他阿弥陀佛佛像、佛书及念佛机，介绍阿弥陀佛后，没想到他善根深厚，每天早上开始念阿弥陀佛1-2个小时。见到我们团队每个人用早餐时，他天天都欢喜合掌念阿弥陀佛向我们问好。后来他恳请我们再多给他一份阿弥陀佛佛像及念佛机，问他为什么，他说希望家中也能播佛号看佛像。3个星期后，当我们要回香港时，他带着全家大小来为我们送行，礼尚往来地送我们每一个人一包斯里兰卡的特级红茶，眼含热泪地希望我们能再回来，醇厚的情谊令人感动。此外，在阿弥陀佛大饭店动土典礼完毕，我们游览车要离开之际，2-3个思国小朋友在旁欢喜地合掌大声念阿弥陀佛，目送我们离开。足见此国人民善根深厚，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普照思国。十、总结。佛陀教育及宗教教育能落实在斯里兰卡，乃思国总统及政府官员大力护持正法。当年世尊将护法使命护托国王大臣，因其能担负此大任。中国古时也是贤君护法，并有国师辅弼国君。没关系，老居士在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意汇集序文里面告诉我们，前清盛时万善殿常刻此经，故得宫廷整肃，政治清明，有彼时时群之因果，有彼时群之因果，故能上下相借，朝野相安。历史上记载，从顺治开始，接着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都非常认真护持正法，礼请高僧至宫廷讲经说法。看到思国如此弘扶正法，除随喜赞叹之外，并忏悔自己无量劫至今生因业障深重，不知弘扶正法，感得今日全球圣教衰灵，不能普周寰宇，祈愿圣教光辉普周寰宇，大经及弥陀之光普周法界。感恩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诸位领导及胡居士的慈悲安排，让学生有机会能至斯里兰卡学习，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恩师曾言，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的人，护法功德第一。大般涅槃经卷第二云，当知护持正法功德无量，我本已不惜生命护正法故，得此金刚不坏身。真诚感恩一切护法人者，并随喜护法功德。此份文稿整理多时，本拟于龙树菩萨圣诞8月19日农历7月24日完成，以随喜龙喜国际佛教大学，祝愿能早日培养全球弘护人才，让正法久住世间。但因惭愧弟子藏众垢深，文笔拙劣，今日幸得诸位法师及大德帮忙修正，才能完成，无比感谢。报告中很多不妥及错漏之处，曾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图一，世界最古老的菩提树，2300多岁。图二，师父上人与斯里兰卡总统合影于总统府会客厅。图三，师父上人与斯里兰卡总统夫人合影于总统府会客厅。图四，强地玛国师随行至康提假日学院。慧言的这份报告好像有感应啊，今天强地玛法师正好在我们的小讲堂啊，他也亲自听到了，非常难得啊。里面是有两处有一些错误啊，这个堕胎的事情，联合国有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每一年全世界堕胎的大概有5000个例，是不是？5000多万。我们跟总统谈到这个话，总统不是说全世界不要堕胎，堕到斯里兰卡来生下孩，没有这个说法，是斯里兰卡的本国啊，他们有怀孕的啊，国家自己不能养的时候，国家收养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这个是无量真实功德啊。那么这些地方要注意啊。强地玛国师这一次来访问，要告诉我这个龙溪大学的工程，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天把它促成啊，但是过去所估的费用啊，在现在不断的这费用在增加啊，因为一些材料现在的价钱比那个时候要涨了啊，一切都在涨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预先能够想到的啊。那么我们当时
筹款是照那个时候预算来筹备的啊，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三宝加持啊，没想到的时候这个十方供养啊凑足了这个数字啊，那么现在要好像要加好几倍的样子啊，我们希望敬宗同学我们全心全力来支持啊。那么我最近也一年了，在香港政府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给大家看看啊，这是净空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啊，香港政府注册的啊，今年呢同时拿到免税啊，这是慈善机构啊，免税，政府免税啊。那么后面呢是银行的资料啊，我们想用这个基金十方供养啊，我都放在这个基金会里面，我们帮助全世界多元文化啊，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大家。现在这个世界诸位都知道动乱，啊，社会的人心违背了伦常啊，造成动乱不安的局面啊，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宗教能够联合起来，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啊，来化解这个社会的冲突，促进全球安定和谐啊，这是我们这十几年来都在努力做这桩事情啊，现在我们正式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援啊。前两个月我到图恩巴去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有三年没去了啊，没想到啊这个小城宗教团结起来了啊，我在那里两个月当中，政府议会民间团体有二十多个单位啊，还有当地的学校中小学的校长老师，有一两百人啊，我跟他们见了面，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宗教团体，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希望呢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太好了，太难得了啊，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13年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我就想到我们的宗教在那里可以首先就做起来了啊。最后的终极目标，希望办一个宗教大学，
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啊。那么我们预想啊，这个宗教大学，我们分为四个梯次啊，来把它完成啊。第一个梯次就是现前，大概是从下个月，我们开始办一个道德讲堂。啊，用宗教经典里面的内容，有关于伦理道德因果这一些经文收集起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教材。啊，我们宗教联合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个小城12万居民，人人有道德。预定的时间3年。啊，这个道德讲堂每一个月办一次，一次是一个星期，啊，有所有宗教联合起来办。啊，电台支援我们，啊，当地的电台。啊，3年之后，我们把这个道德讲堂提升，做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啊，我们就深入一层，提升，啊，对这个经教的学习，那时间就不是一个星期了，啊，至少2个星期、3个星期，啊，1个月、3个月，在这个地方发掘人才，啊，培养人才，到第3个阶段，我们办研究所，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发掘的人才。好好培训他们，希望他们学习3年，能够将来承担宗教大学的教授。啊，这样我们有足够的老师，啊，至少有50-60个老师，我们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预计宗教大学10年之后能够真正能落实，啊，依照这个想法4个阶段去做，啊，我们要努力把这桩事情做好，这桩事情做好，那我们的这么多年来的愿望，希望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用宗教的力量化解所有冲突，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啊，那么今天正好呢，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啊，听过这篇文章，啊，强地王法师也在此地，啊，非常难得，啊，这个好像是佛菩萨替我们安排的。好，第一章。送给你。好，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